啊？就算不会打麻将，你要是能把他哄开心，我给你加奖金。这牌好像不是很好啊，该打什么？周总机是好牌呀，你看四个一炸弹呢。哦，炸弹！哦，再来个顺子吧，走黑第八张。要不要？要不起。三百一。真是高手。哇，这是高手，这是。是飞机，哪个成年人会玩啊？炸！周董的飞机飞不起来了，你要是能让他飞开心了，给你加奖金。周总，你先按照这个边边把它画出来，按照这上面的虚线把它折起来，然后我们的悬浮纸飞机就做好了。周总，你看在这个地方签字就可以了，可能是不是非常的完美，对不对？走走走走，这边这边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周总拜拜，再见了，难道情关我就有缘啊。你们领导还没来吗？啊，他在路上了，马上就到了。哦，嗯，这不是我们的酒吗？怎么给他呢？吹吹吹吹牛来了，来了，算了算了，你瞧不起谁呢？你以为周董怕你啊？来，就这样，来，给我们周董买上。普通人开会都是。我们电子邮件互联网加内的开创者，那么大型家电下半年的营销方案大概有什么想法？娶你来生下。我没有一个非常优秀。高手开会偷吃。海外的业务部对接一下，随时向我汇报。好的。炸！这是高手。王者开会偷吃。就是利用我们这个 AI 加 IoT 加工具，打造我们的全屋互联网家电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挪动一个橘子，让它横竖都是五个。挪对了就签合同。哎，别捣乱了，你要是能会，连皮带坏吃了。嗨嗨，你最红。周总晚上有应酬，给他安排两个丫头。哪个老总会想？我说的是女人呐，没有男人，脸红心跳、热血喷张的女人呐。真是高手。周总不会玩骰子，你要是能把他哄开心了，我给你加工资。炸！真的要这么叫？很简单的，周总，你随便叫个数，能骗过别人就行。哦，三个八。周总，你刚开始学，我建议你先叫手上有的。我是有。那我给你们喊上了，五个九，这哄到你了，这有点难数啊。这有什么难数的？都说了有点难数，你又不信。我害怕鬼，但鬼未伤我分毫。你挪一个橘子，要是能让它从一二三四变成四三二一。挪对了，我今天就把合同签了。好嘞好嘞。呀，这怎么挪呀？这个，哎，又想偷吃？你要是会啊，
这我连皮儿带核吃了。嗨嗨。嗯，周总，你是不是出千呀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八筒，杀！爱你，你不爱我，你都不会心疼人的。哦！哎呦我的妈！周总不会用风扇，你要是能把他教会了，就是加奖金。哎，周总，周总，用劲，用劲！走！哎，怎么还不行？周总，你要把这个插到这里。哦，哦，有道理。风扇开机，凉快了。这什么？云米智能风扇啊，它还可以语音操控。不是啊，它有9个扇叶，吹出来的风非常柔和。我是说，这风扇它没接上电，它是怎么动？嗨，主人，你可以对我说云米风扇。啊啊、周总不会打台球。你要是能把他教会了，我给你加奖金。嗯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周总最近忙着新公司上市，操劳过度。你给他安排一个贴身舒适的椅子吧。嗯。嗯。周总那么虚，还是得搏搏啊。你是不是当周总傻？这些东西他怎么会吃？你就没点正常的东西啊？领导，你吃的这个正官庄就挺好的呀，我看你最近天天吃，脸色都红润多了。这个可是真的好东西，周总拿来吧你。带回去给我老婆，她肯定喜欢。别让人家上眼，你这种坏孩子，我不跟你们玩，这是一帮败家子，你继续狗干啊！